多谢大家收睇 Man 哥频道，请大家多多支持 Man 哥翻大陆发展，再创一片天空。多谢。今日 Man 哥咧带你嚟呢度，就系点样申请内地嘅居住证。今日 Man 哥嚟到呢度咧，系申请一个5年嘅居住证。5年嘅居住证咧，要啲咩条件呢？你就有两个条件嘅，一你喺内地咧有工作，即系有间公司系请你，你喺呢度吓，即系长期居留嘅。第二就系你喺呢度。可能買了樓，租了樓，即如果租樓的話咧，有張租約是5年或以上的，你又有資格有條件喺呢度啊，喺呢度啦，區政府服務中心，即係例如好似我哋香港嘅政府合署咁樣，佢呢度咧專係辦一啲各種唔同嘅政府嘅服務嘅。咁我哋今日嚟咧就係辦呢個五年嘅居住證啦。咁其實嚟到咧，所有而家政府啊，內地嘅政府部門好多，包括車牌啊、居住證，全部都要網上預約嘅。你好少可以即係可以直接 walk in 就有籌俾你或者有位俾你咧，而家係好難嘅啦。咁你 book 咗之後，我哋好似早兩日前 book 咗今日有位 ，book 咗今日3:30至4:30呢段時間過嚟。book 到嚟要準備啲咩呢？準備你嘅我哋就喺度啦。有一個租約啦，你要攞個租約嚟租約過嚟咧，咁啊個租約要影2份副本，跟住你個回鄉證啦，同埋要影相，影相一定要有回執嘅，因為回執咧即係佢嗱啲政府合署通常都有，佢樓下咧就有啲影相簿噶啦，就可以喺樓下咧即時做咗一個影相同埋執埋啲相，咁佢又用 QR code 嘅，咁你就可以交俾上面公安人員咧同你辦理呢個證件噶啦，仲要影印埋你嘅回鄉證啦，回鄉證啦，係啦，咁啊入去之前一定係要掃個粵康碼啦嚇，咁啊你要去咧就一定要戴個口罩啦，咁啊離開咗呢度咧，街邊地方咧就唔需要，但係出入呢啲政府部門啊、一啲公交啊、地鐵啊、搭啲公車啊，就要戴翻個口罩啦。咁如果有興趣想嚟工作或者係長期居住咧，Man 哥少啲時間大家。見到一間港式茶餐廳，就即刻入嚟試下。佢有我哋最中意嘅港式奶茶，另外一種得獎嘅人比花嬌似。我哋見到個碗仔翅咧，就好想入嚟食望下。OK， 我頭先咧試試一下。佢呢個食到個花膠啊，同埋咧佢好似我哋香港嘅碗仔翅，但比香港碗仔翅更加好味，同埋更加足料。加埋香港熟悉嘅醋同埋胡椒粉啫，唔得，再要食多啖，實在太野味。哇！用心製作，唔怪得呢度咧，一朝頭早咧已經滿曬人去食。咁啊，另外Man哥又買咗個港式嘅黑椒雞扒出前一丁。係出前一丁嚟嘅呢個，不過應該係香港版咯，唔係日本版。呢個味道啊！都似港式嘅，所以呢度咧，開咗好多人咧嚟食啊！港式嘅店，仲有一個港式嘅肉醬意粉。咁除咗呢度啲嘢食似港式之外咧，佢仲有啲好得意嘅對聯嘅，例如咧嗰啲有啲黯然銷魂飯啊。咖啡文魚丸，好多呢啲好特別嘅嘢。咁啊，等陣會俾啲片大家睇下啲相，睇下呢啲特色嘢，仲有啲菠蘿包之類。咁應該唔講咁多啦，食住先。頭先嚟到呢度咧，廣州話一個著名嘅景點嚇，呢個即係食型嘅碗仔翅。咁佢喺2015同埋2016年咧，都攞咗廣州美食節咧嘅食物嘅金獎，所以我哋見到哇，喺呢個有咁地道嘅香港味道啊，
又咁有碗仔翅嘅風味，即刻入去預咗碗啦。頭先 Mango 都食到舐舐嚟啊！原來個碗仔翅真係好好食嘅。跟住我見到佢裏面咧有好多好多好特色嘅，例如佢啲炸花枝丸啊，同埋一啲即係港式嘅啲撈一丁啊，全部都係好豐富嘅香港味道，啲奶茶更加好飲啦。咁啊，你睇下裏面仲有啲金句喎。不求與人相比，不求超越自己，但求食得唔肥咁樣，係幾開心喎！睇到呢啲金句又，所以嚟到廣州，如果想揾香港味道，都可以嚟呢間食型碗仔翅，好味道嚇、啊，真係亦都好懷念，係好味道喎、啊，香港添啊，正。Mango 咧嚇呢排成日介紹食物，都食咗太多嘢，咁啊，所以咧隔日就會出嚟跑下步。咁啊，帶大家睇下跑步嘅環境啦。你睇下沿途都係好似類似我哋啲海濱公園形式。隔離呢條咧就係珠江啦。咁啊喺江邊跑咧特別寫意嘅。係啦，而家係大概四點零五點鐘。咁啊，而家呢個時間都唔係好多人跑，因為仲係曬。咁啊，應該中意曬咁嚟跑嘅，因為咧曬住跑咧就可以更加流得多汗，同埋吸收啲紫外光咧。個人咧殺菌啊，同埋啲汗出得多咧，新陳代謝都會快啲。咁另外咧，江邊兩邊咧，你睇下都係沿途都係啲高級住所區，係啦。咁啊，附近咧都係好多啲即係嗰啲即係豪宅啊。咁啊，呢度買得起嗰啲咧，都萬幾二萬，甚至兩三萬一個平方嘅。呢度啲樓咧。都是一些中高價的高尚住宅區。咁啊，隔離咧就係、是、沿條好長的珠江啦。咁啊，有啲似咧沙田城門河同埋大埔林村河，不過咧就係、是、比較係更加大嘅。以前阿 Mango 喺大埔北區總部守嗰陣時咧，就好中意去跑海濱公園。沿途就係好似呢啲設計啦，美輪美換嘅。夜晚開著燈咧就更加靚嘅，咁唔係好似嗰啲反對派咁。而家林卓廷俾人拉咗之後咧，我見佢咧就係周街籌款啊！佢咧講到佢好慘咁啦，十幾年離開咗呢個廉政公署出去就做呢個選舉地區服務，咁啊一路話幫香港人啊，服務上水區嘅居民啊，重新喺北區嗰度。即係贏翻佢哋啲議席咁樣樣啦。但係呢啲人咧，只要一被拉咗咧，就身窮啊，扮可憐啊，咁啊，好似阿快 B 嗰啲又係一樣，又講到自己幾慘幾慘啊，只狗又冇人照顧啊，老婆啊睇唔到啊，咁啊，但係咧有咁耐風流，又有咁耐折墮，佢哋咧係時候找數。而家 Mango 咧。呢幾年咧都受過佢哋逼巴咗好耐，係時間要上嚟嚇、為自己創翻一番事業，所以積極修身、積極操 fit、積極喺大灣區或者全中國啊，真係吸收我哋啲正能量，因為呢度咧真係越嚟越先進㗎啦。好啦 ，Mango 繼續跑步啦，咁啊有機會大家再見，我不久嘅將來好快會翻嚟香港㗎啦。大家到時見啦！多謝大家收睇 Mango 頻道，請大家多多支持 Mango 翻大陸發展，再創一片天空。多謝。